不会动的，不会动的，好像可以的。小姐，给报一下，小姐吧。是了是了。
借你金损那边的钱，这些事情你最懂，为什么都不知道？所以我才问你，你不知道。那就是打电话又说什么？我们都是土地100个 acre， 所以又你又有50个 acre。你可不可以不要讲了？你知道躁郁症一直都没有好。你是要？嗯，你好。